运西瓜去喽。开着卡车运西瓜，要小心呐，这都是土路。走呀走呀走，加把油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加油也加不过去啊！车轮陷到里面了，我来看一下怎么办啊！往前推，哟，推不动。那我只能自己来清理一下路面了。拿上铲子，把这些土都铲开。加油干，完成了。看看可以走了吗？坐上卡车，发动了。哦，刚刚好，终于到家了。这么大个西瓜，把它切开吧，切成小块才能吃呀。你看我这个西瓜切得多好看呀。嗯，杨幂耶，挺好吃的。我知道放在冰箱里冷藏之后西瓜更甜更好吃，那就放在冰箱里吧。我等一下，要等很长时间呢。时间到了，把西瓜拿出来。哇，冰凉的感觉好甜呐。夏天吃这样的冷饮真是最舒服了，我好喜欢哦，这真是我的最爱，冷藏西瓜。这么快我就吃完了，好嘞，真的吃完了。吃完要记得刷牙哟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也要记得刷牙，一定要保护好牙齿。刷完牙吃饱了，抱着我的洋娃娃休息一下吧。阴阳娃娃每天都可以陪着我休息睡觉。太喜欢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再见了，各位朋友们，拜拜，记得关注我哟。